大家好，这家大众超市我差点忘了，今天过来看看有什么特价。这里是大众超市。哇，大众西瓜还卖11.99块，不是吧？外面都降价了，这家超市有点高哦。看看这些有没有特价。火龙果1.28块一磅。哇，这月饼19.99块。华香园最近月饼大卖了。哇，这个海外天42.99块，比巴乐圣还贵。马来西亚的海外天月饼这个更贵，45.99块。流星月饼，荣华香港的54.99块。哇，搞什么呀？这家呢，生记43.99块，也是吓人的价格。这么早就卖月饼了。这些小月饼呢，哎，这个好啊，1.99块，趁热闹啊。呵呵，元朗茶点花之美，这多少钱？5.99块。这些小月饼不好吃的。这个香港华香园流心月饼，这个价格39.99块。吃月饼呢，因人而异啊，19.99块，华香园有蛋黄的，这个可能是上海月饼吧，蛋黄酥，哦，这个29.99块。今天苦瓜特价，大老板，油菜有两种，这种的话1.99块。各种油菜苗的话2.99块，葱菜2.99块，好贵啊。上海苗1.49块，奄奄一息。看起来这家的物价比其他稍微贵一点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呢，卖美食的现在关了，他说正在装修，如果需要买的话到香港美食城去买，双富后面他有介绍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些肉类呢有特价，大家看看对比一下巴乐圣的价格有没有便宜一点。这家的鸡蛋还没有降价，外面已经是2盒5块钱了，它还卖3.99，为什么它特别贵呢？难怪这家超市冷清清，这里1块钱的菜也卖不出去，没人抢。哦，很久没有吃 AA 菜了，今天就买个 AA 菜吧，也贵，但是看起来新鲜，1.69块一磅。冷冷清清的超市，糟糕，今天星期天还这么冷清啊。好了，结账走了。好，马上到86街的蒸包王，他们说这家挺好吃的，我就买两个来试试吧。今天有没有大包啊？今天有没有包啊？鸡包、叉烧包、菜肉包、糯米鸡、南姜鸡、奶黄豆包。咁啊，俾个鸡包，俾个叉烧包。饮嘢嗰度嗌啊？冻奶茶酒糖啊？一、两、冻奶茶酒糖咩？太好生意啦！几钱啊？
5蚊就好本啊？哦，咁平。哇，在布鲁克林买的好便宜哦，冰咖冰奶茶2.5块，包1.5块，两个3块，太便宜了，谢谢啊。蒸包王啊，呵呵，第一次买，看好不好吃。但是它的冰咖啡冰奶茶真的便宜，2.5块，法拉盛找不到的。大家好，刚才呢在那个蒸包王买了一杯冰奶茶，2.5块。嗯，他是比较有名的蒸包王。好，洗个手。这个的确便宜，在法拉盛里边讲，在唐人街也没有这个价格。这个是菜肉包，被挡住了。这个是菜肉包，那它的奶茶、咖啡奶茶、冬冰奶茶，真的便宜。哎，爽，太爽了，外面太热了，喝一口冰的，太舒服了。看看这个，这个呢是叉烧包，那一个包看好不好呢？看叉烧包就知道了，叉烧做的怎么样？皮太厚了是吧？补补充充。太多肥了，我皮太厚了，来，皮薄一点的馅料叉烧多一点就 OK 了，太少叉烧了。哇，好凉快啊！好了，吃饱了。哎呀，太多垃圾了。好，我们撤了，拜拜。